好像听说是八达岭那边人比较多，但是我今天来慕田峪以后人也是非常非常多。我大概早上8点从那个北京游客集散中心出发，到这儿的话都是下午5点了，真的因为路上人太多，特别堵车。客流量变大了，然后我们的商家人均收入也增加了，增加了相较之前来比是2到3倍左右。所以呢都比较忙，比以前呢就充实好多啦，冇咁担忧咯。肯定就是去赌场啊，去转一转呀、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出来买点东西啊，吃点当地的美食啊，我觉得都是挺棒的。